据泰国当地媒体报道，当地电视台女主播在工作时遭到一名举止疯癫的陌生女子用螺丝刀刺伤了脖子。据悉，这名主播名叫塔纳亚皮皮特温查根。3月1号，塔纳亚在博塔伦府市政厅直播每月开奖2次的彩票结果时，突然被一名女性行凶者从后方勒住了脖子。之后，这名女子用一把长约5英寸、12.7厘米的螺丝刀刺向了她的脖子。幸运的是，塔纳亚在受到攻击时得到了周围人的帮助，他们迅速将行凶者成功控制，而塔纳亚也仅受轻伤。报道称，这位在镜头前伤害他人的女子名叫普拉帕潘约克什维，她今年35岁。事件发生之后，她被博塔伦府当地警方带走。关于普拉帕潘犯下这起杀人案件的动机，他声称自己曾向当地警方提出过多次投诉，包括他指控一名罪犯在其母亲家中放置毒品，但均未得到警方的回应，因此他才选择在镜头前表现自己的愤怒。惊魂未定的塔纳亚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因为自己仅受轻伤，因此他将不会对普拉帕潘提出指控。